傲慢了啊！我要再调一次吧。来到澳洲，一定要来 Queensland， 然后一定要体验这个活动，我真的超棒的。来到 Queensland， 另外一个活动一定要做的是什么？这个地方，这个小岛叫 Wave Break， 澳洲人很喜欢来到这里，有大概八个小的岛，然后他们会来这里野餐啊，或者有朋友去玩啊，去一些 party， 就是我们看到花开啊，大概15-20分钟而已。今天我们要体验的是攀岩，这里有大概15-20米，然后蛮大的挑战，但是到下面一看那个风景会很漂亮。来。